欢迎收看《玩具都是我的小孩》。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耶、yeah, ，今天我很开心，因为我要来开盒喽。今天要开的是，噔噔，就是这个 Peanut Jelly 果冻男孩的第三代。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哈哈，这个齁，我之前的前两代我都没有买过，然后呢，听说这次的这个果冻男孩他的质感都蛮不错的，然后我本来想要去泡泡玛特推盒机推，结果他上次好像两三天就全部就没了，而且都一直没补货，然后我刚好到那个成品书局去逛街的时候，刚好看到剩下最后的两盒，然后又有折扣，所以我就把它买下来了。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哈哈，好期待哦。然后呢，这个果冻男孩他这次哈、哦、一共有12个基本款，哒哒哒，然后还有一个小影跟一个大影。好，那不管是谁，我觉得应该都还蛮可爱的啦。那我们来看看这一盒是谁喽？这一只是看到一个配件是一个冰淇淋。噔噔，哇，这只还蛮不错的，这只叫做冷静，那我们打开来看看咯。噔噔，这是我们的冷静那个果冻男孩，哈哈哈，吃冰淇淋需要冷静一下，那个是牛奶口味的，看起来好好吃哦，然后上面有 Peanut 的字样，两边都是，然后呢，它是这个爱斯基摩人的那个造型形象，哇，这个毛衣、毛帽，然后还有这个裤子，然后呢，你看它这个蓝色的这个头发跟这个手脚都有这个冰块的这个那个多边形的感觉，然后头里面就是有好多的那个蓝色冰块，哇，感觉好棒哦，这只颜色我好喜欢哦，好美哦，哇，这是我的第一只，那我来看第二只是谁咯？第二只是。哦，卡片的后面是黄色的，这个是，天哪，这个是封面款，开心哎，超棒的！打开之后有本体，还有它的附件有一个花篮跟两朵小，好像听说是小雏菊吗？好，那我们打开来看看喽。佳佳，这个先告诉我要冷静，为什么要冷静？因为我不能太开心。第二次就开心，哇，这个封面款真的超美的，你看有这个啊、哦，就是很适合带去野餐的这个编织的帽子草帽，然后你看他的头发里面，耶、yeah, ，天哪，有超多的那个。就是小雏菊的花朵在里面，然后你看它这个脸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快乐，然后它整体就是这个黄色的果冻，哇，然后它这个黄白的这个条纹，还有这个牛仔裤，哇，它后面这个，哇，太多字了，就是这个小雏菊的这个小背包啊，超可爱的，到处都是雏菊的这个图案，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刚刚是它的花篮哦，然后拎着两朵小雏菊出去野餐，太开心了，哇，它应该是代表春天，然后它是代表冬天，哇，这两个都是我喜欢的颜色，蓝色跟黄色，哇、哦，真是太幸运了，最近那个抽盲盒的运气都特别好，嗯，好呵呵，很开心，好，谢谢你们的收看，然后希望之后可以有更多的 Jelly 那个什么啊 ，Peanut Jelly 的果冻男孩来陪伴我们两个，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